奥特曼版谁是卧底。哎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可是玩谁是卧底的高手。我先来啊，他的胸前有能量灯。啊，你这啥形状，哪个奥特曼胸前没有能量灯啊？就是，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不用想了，卧底肯定就是他。咋不能我这样形容啊？那万一是怪兽呢？怪兽都没有能量灯啊。改我了，我这个他有手有脚。你说的那是废话了，哪个奥特曼没手没脚啊？好了，东东，你别说了，我这回知道了，俺妹妹是卧底。姐，你咋逮着谁说谁是卧底？我这一局就投你了啊。妹妹，我还没说话嘞，你咋能说我是卧底？改我形容了啊。他可以变身。哎，这更废话，谁不会变身都会变身。刚刚你俩说的都是废话，所以说我也说废话。哎，胖丫，给你了。既然说的都是废话，那我就开始形容吧。我这个是有眼睛有嘴巴。咦，这一期都是废话集，描述解说开始，指认卧底。卧底就是你。哎，那俩咋都指我呀？因为是你带头说的废话。卧底不是我，我这是迪迦。啊，我的也是迪迦。那俺姐肯定是卧底了，我的也是迪迦。没错，卧底就是我，我的是特丽迦。指认失败，卧底胜利。耶，我胜利了。下面开始第二局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上一局我赢了，这一局我先发言。他有披风。我这个是，他是六兄弟之中的其中一个。他名字中有个赛。他是宇宙警备队中的一员。这句好像很难呀。描述解说，请指认。卧底就是你。嗯，恁俩指我哎？那恁俩还指我哎？胖丫和小青同时两票，重新指认。那我先来，我这个奥特曼跟雷欧有关系。那我这个奥特曼跟雷欧也有关系。哎，东东，那咱俩的牌肯定是一样的。对，那咱俩肯定不是卧底。你们两个都这样说，我觉得卧底肯定是你们两个其中的一个。你这样说，欢欢，我觉得你肯定是卧底。没错，我感觉欢欢你也是卧底。我肯定不是卧底，我这个它是属于昭和系的。那我来描述啊，我这个是两个字的。好，现在开始指认卧底。卧底就是你。那俩咋还指我呀？我不是卧底。游戏继续。啊，卧底不是小青。那就按咱一开始想的，卧底肯定是花兰。卧底肯定不是我，肯定是你们两个其中的一个。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人了，要不然就重新指认一下吧。关，请投票。卧底就是你。指认成功，平民胜利。我的是赛文。耶、yeah ！我的是赛罗，我的也是赛罗。呀，我的是艾斯，居然也是卧底。没错，这局有两个卧底。耶、yeah ！胖丫，咱俩赢了。下面开始第三局。好，没有这个。没错，看棋和棋的背数都要过。那如果说中的话，有啥惩罚？每次惩罚不一样，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哦，那导演可以开始吧。好。下面由小青开始喊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过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过、十五、十六、过、十七。妈，你中奖了！你应该不十八，你应该做惩罚。没有反应过来，那我的惩罚是啥？你的惩罚就是吃辣椒。跑掉了，这样好听。
太大包天，我感觉小心。啊，有一机器，高能拔树，拔。有，是十一，是是啊。又中到了。反应不过来了，嗯。果然没有智商。对。董董，你的脑子呢？是不是妄想的嘞？我脑袋洗了，给人晒出来。导演啥惩罚？你的惩罚就是大喊两句我是主。啊！我是主，我是主。游戏机器，都能帮助。六、过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过、十五、十六、过。十七过。十五吗？我十五。他十五，他十六。我怎么能这回还是我？使劲使劲就是你！哎，我回家还是好好看惩罚口诀吧。这回啥惩罚呀？惩罚就是请大家吃雪糕和炸羊羊，你选一个。我没钱、啊。